茶经过一一溪流，返家清明四体开。谷雨是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，谷雨之后春天结束，夏天到来。今天的谷雨从新年二十号开始到五月五号结束。谷雨节是八谷统一联系起来，取自以上八谷之意。一只时候供水量增加，气温迅速升高，田中的秧苗长插不久，特别是需要雨水的滋润。正所谓春意连绵莫春到，雨上八谷夏将至。喝谷雨前后忙等插秧的时候，喝甘南甘氏客家人含有食四田山、抢四田酒、冲四田果等习俗，也就是四田客家人酒。四天期间，已经出家每夜，我同每家的小兄弟或者侄子相互送四天饭。清明姜芽，谷雨姜茶，谷雨茶是指谷雨节气期间所采制的春茶。民间有两言讲：谷雨谷雨，采茶对宜。谷雨前采摘茶，细嫩清爽，十分翠绿。因此，以前茶往往蜜桃鲜浓，淡奶泡，口感醇爽，所以谷雨采鲜茶，香艳陈设，一壶茶香，满是春天的蜜桃。谷雨时节，雨水多，空气湿度太，容易茶湿困脾，应注意预防湿茶侵袭上身，适当适宜到出产脾气湿的食物，以润八谷，焕润生长。春天是憧憬和梦想美好的时节，多少是谷种更是丰收的希望。养鸭的人心有所期，朝定春天自然的目标，行而不作，一起期待春天的曙光。